看到现在已经到了关键局了啊！小孩五气，大表哥四气，金甲班是小孩的手里大将。好，来看大表哥能不能打出革命无限连。小孩开始发起进攻，对吗？哎，坏了，这波跳入连，这波伤害很高的，因为大表哥手上还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利用。又是一套革命无限，一连又马上又连，又跳入小孩，这里被大表哥一套带走了，这是。这还有机会吗？超杀传播吗？可惜。哇！表哥也，其实小孩也不错啊，有一个镇特啊。好了，开始。优势发挥出来了，干掉了八丸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这把压力还是有的，毕竟大表哥手上有一个科隆啊。小二美表哥也熟啊，但是面对小二这个超强的阿珍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角落里一直压制啊，跟他角压制起身，一眼瞄到戴锤加。这一臂如果输的话，小孩再想追飞就有点难了。差一点的，吓了小孩一身冷汗。刚才差点被蜜蜂压逆向，小猫都两气，小蜜蜂一脱妆，好了，要带两气吗？带一气，完了，小孩一条二，克隆是大表哥最后的机会了。这么一个三气的克隆，马上变成四气的克隆，小孩肝也颤呢，碰到了就是大半血了，不就不见了。下路相逢云之胜表哥，哎呀，吓了小孩一跳，赶紧跳开，稳住小孩，你可以的。好，现在稳打稳打，大表哥的血量已经被消耗了一半。哇，本大击射龙带一加开枪越杀。好，在他的血量跟能量上的优势应该说都有机会。你看这反腰腿没有压出来，小孩开了，哇靠，好在大表哥身上只有一气，华山大鹰先知，小孩这个气爆的其实有点急了，能把大表哥关到角落里就好。小孩能不能顶住？顶住！大表哥好在没有资源，小孩也有吓一跳，还没踩到。好，哎，失误了，小孩，坏了，大表哥爆气人，准备送他上路了，角落里。哇，已经不错了。好了，继续来看现在比赛，来自大表哥对战小孩。大表哥没定对，好了，上来就是一个 CD 偷呀。这个小乔压制被小孩直接简单就压制了。好，是压制，小孩美是小孩有一段时间的主力，大家记得吧？哦，你看很熟啊，是他的主力。前中刀是没什么用，片头又是一个当身，可惜的外边的姿势。
摄影来了，小孩能不能顶得住呢？在拳皇十四，大家还记得我是拳皇十四摄影，那就是坂本智子啊。但是在拳皇十五，这个家伙大家基本上看不到，是不是？小孩要给大表哥来句绝杀吗？哎，怎么都过年了，大哥呀？哎，怎么都是失误？小孩，表哥笑了，来两拳，嘴角疼疼啊，肉疼啊，半血不见。表哥跳滴滴，金角落牙，小孩要不要赌一下？赌升龙，赌错了。大表哥说还有一颗气呢，连气都不上了。